给你讲个笑话。在那见过沙弥，他见了主持看就在 Ramakili， Ramakili 在 Ramakili 的时候，主持看见名人 Rupa 跟 Sanatha 两个兄弟，让他们离开他们的工作，离开那个伊斯兰教的总统啊，叫 Emperor。他是皇帝，让他们走，所以他们来见主切坦雅。如果格斯瓦米见主切坦雅在泰雅，也也不能和跟恒河在一起的地方，主切坦雅给他讲Krishna 的消息，讲 Krishna 的 Rasa 的科学。以后就请如果格斯瓦米去跟达文，在那等格斯瓦米晚一点来来看，就请看你在巴拿勒，在巴拿那西，在巴拿那西就请看你给他讲克什那，克什那就是讲两个月以后，在那等格斯瓦米来了，所以两个兄弟如果萨那他呢，两个人都来到跟达文，那个时候。奉献的不多，只有两个人呢，罗克纳斯瓦米、布格巴格斯瓦米，他们两个人在增加，他们做没有做的很多。就是如果萨那坦格斯瓦米来到增加的时候，他们发现很多，找到很多就是逍遥时光的地方，他们研究就是逍遥时光的地方在哪里呀、啊？他们叫不到 Radhakun， 就去参加帮助他们做的 Radhakun。就是 Rupa Goswami 住在 Kadamba， Sanatan Goswami 住这里，Pavan Sarova， 所以两个兄弟很近。我们刚从 Kadamba 出来的，只有7个公里啊，不算远。所以他们两个兄弟经常见面，有时候如果格斯瓦米来见萨那塔呢，那个时候萨那塔呢想做饭给他吃东西，可是他没有特别的东西，他很穷啊，他也在这里做很多苦行，所以 Krishna 自己来了。一滩牛奶哦，这个是牛很多、啊。我们在贴克东北的时候，那个人告诉我，经常就是在那边有九十万哦，九十万头牛。他们说呢，克什的爸爸有九十万头牛，所以牛很多啊。他们也有牛奶，所以克什自己来到了。牛奶给萨那坦格斯瓦米，给他萨那坦格斯瓦米的时候，他那个牛奶放在一个特别的那个时候他看到在南德港克什纳的家那边，他们供奉克什纳，他们用一样的碗子、跟克什纳跟那个孩子，因为萨那坦不认识这个是克什纳带了牛奶给他，他就想他是一个本地的孩子，他说我的妈妈告诉我给你这个牛奶，他不知道是克什纳，可是他到南德干的时候，他看到他们用洋的碗子、银的碗子，他知道啊，不可能这个孩子是 Krishna 本人来的，给他牛奶。萨那坦格斯瓦米来到这里，他遇见姚塔罗巴在这里，因为 Krishna 的逍遥时光也在这里， Krishna 也经常在这里。他们是不是来这里沐浴？应该。这是铁克丹巴，铁克丹巴那个男人告诉我们，在铁克丹巴经常克什纳一个人过来的。带着牛。经常他跟他的牧牛童一起来的，可是住铁克丹巴，铁克丹巴是一个
confidential. 机密的。是机密的地方，所以Krishna 喜欢一个人不能带他的朋友、啊、因为他有目的、哦、他的目的是见他的朋友他想到让你一起所以 Rupa Goswami 在 Kirkadamba 在 Chunai 那边他也写了那个空爱的甘露那本甜奶饭的故事嗯甜奶饭这样Tea Kadamba, Kadamba is a kind of book. Tea is a Bandi language. This is a Gosso. Calling, calling. Huhuan. Huhuan. Niu. He's sitting in Kadamba book. Huhuan, Niu, come here. Niu, come here.他的牛，他知道他的牛，每个人每个头牛的名字，他有特别的，每个牛都有。告诉他们过来。甜奶饭的故事，他们听甜奶饭的故事。嗯、太热，太晒。我跟他们讲甜奶饭。甜奶饭的故事。你听。因为啊。快进来。哎，如果他们没有东西吃，所以去让着让你送给牛奶，送给如果一个小女孩，牛奶她可以做啊，一个小女孩，这小女孩送了，对，让着让你下回做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去乞讨那个，送一些小帕子牛奶给他们吃。就是他们自己在这里，他们没有想吃的东西，他们没有想不吃的东西，他们自己在这里就想 Krishna Radharani 的逍遥行动，他们一直冥想 Krishna 的逍遥行动，他们念 Krishna 的名字，他们特别特别享受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在那个地方，他们准备把那个菊花组的另外去放那边。对呀、啊，他来了，所以设置莲花组。他们说他来，可是我们没有看这个地方的名字，在没有讲到帕班萨罗瓦在菊池潘的这边。我今天看了，他们说十八章五十七页。五十七页，没有讲到帕班萨罗瓦，他们讲到Nandagram 的家 ，Nanda Maharaja 的家，没有讲到这个地方，就是离这里不远。很近。一天也有 Krishna Das Babaji Maharaj， 他的 Samadhi 也在这里。Krishna Das Babaji， 他是 Bhakti Siddhanta Sarasvati 的门徒，他也是 Prabhupada 好的朋友。嗯 ，Prabhupada 特别喜欢他的 Kirtan， 所以 Prabhupada 离开身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睡觉，我们一天晚上我们都只有做 Kirtan。那个时候 Krishna Das Babaji 也来了，他领我们唱歌，啊，他打鼓特别好，嗯，他唱的特别有名，我们都很欢喜。哈利波，您当时也在。那个时候走、哦、那个可是 Krishna Das Babaji 他的 Samadhi 在这里，一天他也住这里，还有 Sanatan Goswami 的 Bhajan Kuti、嗯、就这个后面两分钟走路，对，新的一个地方啊、哦，放学的特别多哦，都来了。 OK Hare Krishna， 谢谢Hare Krishna， 谢谢吃饭时间到了，对，就是去荣耀吧。他们要吃菩萨呢。您去吗？我不知道，我不想去。我们应该先做 program， 不知道。因为十点钟了。已经十点钟。哦。我们应该回去。对，现在是吃饭，吃完饭之后是设立莲花组，然后可能还有讲话，所以时间会比较长。你是呗？待会我就怕您就没时间吃饭了。我会去的时候可以去。回家吃啊？那中午饭又不吃了？
哎呀，那个谁都不要吃太多，这个是。那你就吃一点点了，没有。有豆浆锅，那个热的豆浆你先喝。没有豆浆吗？啊，对。我就是没那个。那那是还不，然后不，我们还就是杭州火车，好，然后不，嗯，杭州。